春夏的内衣真的没有让大家白等，咱们这次从品牌拿到的价格比去工厂买还合适。曼妮芬其实就是慧姐旗下的这个公司呢，它有做四个品牌线，像曼妮芬就比较出名的线下店都比较多，然后还有咱们之前分享的这个穿得很舒服的桑芙兰，就针对大胸型的，还有就比较偏向于年轻人的秘密武器，以及就高端线一点的这伊维斯。那这四个线里边呢，它因为上新频率比较高，其实有些款呢它要需要清仓，不能库存一直压在那儿，所以咱们买到的价格其实是低于它成本价的。像这种比较经典的基础款型，他们做清仓69两件，就是做成这种质量的，如果去工厂去做的话，这个成本都下不来。那像这些呢，就是秘密武器的，它这个版型也是非常极简简约的。你看它那个面料，就是蕾丝是他们家都会用的特别软的那种，就不会扎皮肤。然后里边这个也是料子特别柔，就比市面上工厂选的一些，你看手感都会更加亲肤一些。然后也是有肩带调节的，然后还有这种的背心款，就比较适合夏天穿，是那种比较轻薄的。这都是69两件哈，真的巨值，这市面上真的买不到就这种品质。它这个面料非常舒服，而且胸垫里边它是有那种点胶定位的。然后去年给大家推荐的像这款就是漫画杯、馒头杯啊，穿上之后特别显胸大。如果是有小胸的姐妹的话，你就夏天想去穿一些辣妹装，你就可以穿这个。它有两个胸带，如果你想胸大一点，就垫这个杯；如果胸小一点呢，你可以把它变成常规杯。而且它这个杯，你看它都是有这种透气网孔的，透气性会更好一些。它也有微微的承托，就特别特别适合小胸。这是我去年也有自己自留的，给大家强烈推荐。这是去年我记得好像是卖100多吧，100多还是90多。然后今年给大家能做到79，然后还是买一送一，就里边送两件。这种款呢，其实它的面料会相对厚一点，但是我想到都69两件了，这个价格我觉得完全可以囤一点，咱们冬天穿的背心也行。然后它这个质量也非常好，底胶它都是有这种承托性的，做工质感也是很好。后面它是有调节扣的，这款是没有的，是一个背心款。因为像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，可能在后背系扣呢，它用起来不太方便，他们会更喜欢这种背心款的。这些呢，就是品牌准备做清仓了，超级超级划算。然后这些呢，就是品质相对要更高一些，但是价格也不贵，是普洱杯。那这种穿起来就是咱们穿起来非常非常凉快，夏天的时候这种一点都不带闷的，就也不会显胸大，显得人特别薄。啊，这种呢就是相对会显胸型一些，但是它里边没有加那个内托的增加垫，然后还把这个下面托的位置增加了透气孔，这特别凉快。如果有汗的话，从这个口这就及时排出了，就主打一个夏天舒服。那就是去年大家买过透气透水杯，它用的一样的杯的材质，里边那个透气程度特别特别高。这个到时候现场会给大家做测试。一些贴身的这个 T 恤的时候，你像它旁边就是做这种无痕的，你穿在里边内衣是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，这种也是必备款，就相对这种的会更加无痕一些。这边呢就是我觉得品质会比69两件的这个会要更高很多。那这个是79的啊，它也其实也不贵，但是它这个质感上面料会升级很多。它有一特点就是它是芒果杯，就在胸上这个位置它是有一点点厚层的，就是让小胸的人在这块连接感会更好看一些，就非常服帖。底下的位置也是有这个果冻胶，有一定的承托性，侧面也是可以把这个胸型往里收一收啊，就比那个功能性我觉得会更强一点。还有这种肩带可以调节的，后边可以调节松紧的。那这种大胸其实也是可以穿的，就是夏天必备的这种抹胸款。然后这种呢就是比较偏保守一些，它会穿起来更加不容易走光，因为这个防滑胶条就是防止脱落的，就防止在出汗的情况下很多姐妹都会很担心出汗了之后它防不防滑。那我们这一款就是出汗了也防滑，上下都比较宽，防滑性比较好，带一个细细的带子，你可以带着袋穿，也可以脱下来。如果说你想显胸大一点，比较性感一点，它有这种底下带承托的它这个杯你看它也是特软，而且它是带透气孔的，穿着也不热就这样给它脱起来，面料也非常柔软舒服。这都不贵就比大家在品牌买真的便宜很多了。我看它这个曼妮芬这要400多块钱，咱们直播间就100来块钱就真的是超级值，质感这真的没得说，就舒适度它面料绝对没得挑。大胸的朋友来说，像这两款就比较推荐了，一个是大胸显小的这种小薄片它这种就特别特别透气，大胸穿起来不会显胸大，然后它底下还能给你托住，这大胸穿起来又凉快，然后也显胸小。大胸的常规款呢就是这个了，其实给大家推荐过，去年卖了好多，反馈也非常非常好。就是在底托的位置，你像它是有一个这种小月牙，这个边它就是辅助大胸在底下能托得更稳。比如说如果你想让你的胸型要再更饱满一些，你还可以在底下放一个这个小垫儿，然后你给它托起来，这有两个功能。而且它在侧面的位置也是都是有这个透气排汗的，穿着也比较凉快，然后肩带也比较宽，就不会说背着累。是很多大胸的朋友特意点名说要复购的，所以这个给大家就加上了。
还有一些内裤和家居服，像这个内裤去年也是给大家团过的，它是用的蓝鲸莫代尔，料就非常非常的柔软亲肤，而且弹性巨大，就不会有任何勒着的感觉。裤腿也是用的原布料，弹性超大，性价比也是相当高，这个599能到五条，就比去年面料还做了升级，价格不变。那这是男士的，男士这个是野哥说非常非常舒服，它这个面料就是有那种凉感的，咱们夏天穿起来也非常舒服。同样也是这个底裆的位置，从3A 升级到了7A 的桑蚕丝啊，就是底裆透气性会更好一些。他们家那个做工走线非常平整，就不会说内裆有任何磨到的地方啊，就双针走线非常整齐啊，底围的这个位置弹性也是有的，像料子非常轻薄。家居服呢，我给大家选的是一个纯棉款的，就是能看得出来这个棉料啊是那种非常干爽的，然后它也不厚，就夏天在空调房里边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品质非常好。这些手工细节做的都是很好的，然后它你想扣子的地方都是用了原布包边，就是看着这件衣服就是比较干干净净很整洁，主要还是面料吧，面料特别特别舒服很轻肤。今年我也是自留的这一套，是那种比较干爽的面啊，不是那种厚而闷的，非常舒服。这夏天来讲的话，要么穿真丝，要么就穿这种棉，颜色一个奶黄色一个淡绿色都挺好看的。还有男款的，男款的就是基础的版型了，那里边做工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做工非常好，没有什么可以挑得出毛病的，价格也很便宜，原价肯定是400多块钱了，咱直播间肯定都是对半往上打。今天的内衣分享就是这些，但有一点要注意啊，因为咱们这次的直播地方是要换一下，麦尼芬呢他没有做微店这个渠道，所以没法在微店老地方给大家去播，咱们在那个某某号上啊，你们知道就群里边会给大家发那个预约啊，有需要的朋友你去那儿约，别跑错地儿了啊。好，今天这个分享就是这些，是不是没有白等。